场颁奖典礼的主持人，根本就是斜杠女神的谢盈萱。欢迎盈萱，今年里面呢，真的作品不断啊，精湛的演技也让她成为我们红毯上的常客。那么最新的作品《人选之人造浪子》一上架就创下了极好的成绩跟讨论。那金马已经60年一甲子的历史了，他今天在这个盛会里面，你有没有特别？因为我们刚好多大咖，国际大咖，你自己个人有没有像是一个小粉丝一样，特别想要看到谁，或者是想要走向前跟他说：“哎呦，我惊丢啊！”没啦没啦，有没有想跟谁互动？每一个都很惊丢，然后当然。李安导演就是又想要又在就是稍稍的过去想要跟他聊一下天，那就是能够看到伊佐广司先生的话就是非常难得。那你等一下就可以在那边等他啦，他等一下就要来了。知道很难得看到你这么小鹿乱撞的时候。哎，